咱搁要洗哦。当然咯、啊，今日难得你有闲陪阮来呢，有人通去斗搬，啊，当然加买一挂，你搬一个够开的。这些物件拢我一个人搬哦，万一我的手内受伤，以后是要怎摕手术刀啊？吼、哦，你讲安尼敢袂伤合？啊，这拢干一挂治疗品，也是活动啦。搁再讲啦，你的手爱举手术刀，啊，敢讲我着免举麦去？正常我无考到医学系的时阵，你干嘛拢讲？我将来一定做医生，这双手哦是要摕手术刀替人治病。啊，即马我考掉啊，你顶日讲这无啥？我老公这无啥啦，只是免像你安尼啦。安尼讲到家己秘书敢若外了不起咧？是你家己讲我考到医学系做了不起的。啊，即马是安怎？讲到秘书敢若我家己足惊哦，话拢你咧讲的哦。阿姐，我来替你看啊。唔免啦。我家己看就好。啊，不要紧啦，这种轻的啦。好。湘姐，啊，恁拄只是去踅街哦？对啊，啊，阮爸爸拄去国外转来，啊，佮有足侪物件要买。我想讲吼，应该伊个办公室整理一下，啊，阮去买三 C 用品，啊，佮有文具啦。这了不要回林同学了。别拿这，叫雷猫相亲应该直接掏钱回你，我一个人在后边不要紧啦。对啊，爸爸，啊你拄去国外回来了，你刷落来都还无用啊。我想要和阿爸跟你相处的时间。好了，大伯，爱得委屈你啊，我来讲这了不要。阿舅，你听你讲的。这是人讲的，人生需要成功有地位，有名牌，开名车，不像像我，拢几岁啊，搁在驾客公车。田宝。